야, 뭐 봐. 아이고. 是认真的。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。可是，生活是漫长的。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你就肯定彻底的陷入煎熬。我们你怎么有这么多女人？爱这个人很辛苦。我是蠢货，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是不知道，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，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。我紧紧的依靠，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。愿你，我们冷静一下。觉得吧，我这日子过得特没意思。我总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，现在是怎么样？请你说。你究竟想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吗？每一次吵架，你都要把话给说出来，都是模仿的。道歉。我实在是受不了。到此为止吧。混蛋！你们全是混蛋！神经病！我什么都不要，只知道若你懂我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一个人这么看，你不走？那我现在就走了。走啊！你先走，咱们这边说。我跟你走。我轻轻的依靠，轻轻守牢，不敢走。我走着，你给你干。玻璃渣子跟我说他原谅我，那我也原谅你。这事根本就不可以强求。我们分手吧，我不会停止放手。但你从此对我来说，够狠够绝啊！只要一想起我，心就会绞着疼。